豹子，我去，早不说，不早说。我把杨吉娜身上的爆炸控制线路基本上搞清楚了，是一个无线超距离引爆装置。对，原理跟你说的一样，爆炸控制距离大概控制在200米左右，如果一旦控制目标超出了200米的控制临界点，就会自动引爆。好，我等你们回来。安抚院见。春华，齐老，哎，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去监视丁三了吗？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跟大刘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个杨吉娜在新海大厦的男厕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准备到现场再去摸一遍。对，正好。我跟齐老回来也是为了杨吉娜被害这个案子。你们看这个，这个卡子是杨吉娜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白医生发现交给我们的，那张白色的纸条是杨吉娜尸检的时候从她盘着的头发里头发现的，上面有几个模糊的红印。当时我就在想，杨吉娜为什么死死地攥住那个发卡，现在我明白了，他肯定是想告诉我们，他的头发里藏着东西。哎，这个纸条上的红印儿，技术科鉴定了吗？经过一个简单的化验，这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红印啊，是人蘸着印油摁下去的指印，不过呢，就有人在这个印油里边提前做了手脚。如果用这种印油的话，当时摁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清晰的指纹，但是很快。在这种化学作用下，这个印油很快就散掉了，那么这个指纹自然也就消失了。所以我认为杨吉娜是想告诉我们，到底谁想胁迫和炸死他。这个红印应该是李成河的同伙，要不杨吉娜不会把它藏在头发里。哎呀，只可惜啊，这个指纹没有了。可这杨吉娜是怎么弄到那家伙的指印的？又怎么弄了一个一过时间就没有用的指印？行了，咱们也别在这瞎猜了，赶紧到星海大厦，也许到了那儿，很多问题全都能想明白。对，齐老，您就别去了，回家睡觉吧。啊，我又不跟你们跑了，快走吧，走吧。哎，走了，师傅。哎，好，走了，齐老。哎，好。
哎，大刘，突然想起来了，你怎么就知道这个李成河给杨吉娜的地图上写的不是西侧的侧，是南侧的侧？哎，我是瞎猜的。哎，你还卖关子？嗨，快说说，何叔，我跟你我还敢留一手干嘛？我是怕我说出来你们笑话我。你快说吧，这么多事儿。好，我说说啊，就是我那儿子小杰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呢问我这个厕所的厕怎么写。咱们那时候不是正在破那个1213那大案吗？啊，几天没睡觉，结果我就迷迷糊糊稀里糊涂的给他写了那个单立人那厕。好家伙，这一下可算捅了马蜂窝了。这小子回到学校，老师就指着他说：“你看啊，你爸爸连厕所都不认识，你好好学习，千万别像你爸爸一样。”这小子呀，觉着在班上丢人了，回来呢给我一通闹。从此以后，凡是有关学习的问题，就再也不问我了，因为他觉着我的水平太低。说完了，啊。走吧，哎，哎哎，说好不许笑的，不像话，你们这是。科处，嗯，刘哥，咱们就从这个位置朝星海大厦方向走。站在我这个位置，是根本看不见歹徒的，但是歹徒离我的距离半径不会超过200米，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之内，我就会被炸死了。嗯，这就是所谓的超距离。对，超距离的意思就是歹徒和受害人之间的距离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是歹徒，我就站在这儿等杨吉娜把东西给我拿出来就行。对，这个地方啊，正好超出了大厦监控摄像头的可视范围，对方是够狡猾的呀。但是有一点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杨吉大肯定知道，他一旦把这个赃物交出来的话，他是必死无疑。那如果我要是不去拿，你们能拿我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去拿，那我肯定要威胁你。但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我就只能给你一个承诺，你把东西拿出来，我给你把这个爆炸装置去掉，放你走。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因为你没有选择，你只能相信。你别打岔，我想一想。可不可以是说，你把东西交给我，但是地点你选择一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嗯，这就正是他为什么从星海大厦出来会朝公园方向走的原因，因为公园那边人比较多，我会想到你们不敢炸死我。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我一旦把赃物给你们了，你们转身就跑，那我还是会死。不行，我还是不能把赃物给你们。你们还记得杨金娜头上的那个白纸条吗？你把东西交给我，如果我不遵守承诺，反而把杨金娜炸死，那那个纸条上我可是摁了手印，警察势必要去追查杨金娜的死因，那顺着指纹自然而然就找到我了。你们说的是不是太复杂了？就算你们分析的有道理，那你说说这杨金娜为什么非要对方在上面按上指纹，直接在纸上把姓名和地址写下来，不是更直接更有保证吗？刘哥，你别忘了，杨吉娜在郭家庄被劫持以后过了这么多天才出来拿李成河的赃物，这是为什么？他肯定在就怎么拿这个赃物在跟李成河的同伙进行博弈。陈队，你就别说什么博弈不博弈了，你就说这杨吉娜为什么非要让对方在上面签个字。很简单，他认为签字肯定会被模仿，但是指纹不会。
松绑吧。来。我们答应你的条件，可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安全考虑，所以给你采取了点小措施。这个东西和你脖子上的东西是一套的，相互不能离开200米，离开了，头，头就没了。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只为钱，不想惹事。比年路啊，走啊，比年路啊。一会儿我会有强子在这张纸上按上手印，也就是指纹。这张纸会放在你身上，如果我要是炸死你，警察会凭着这张纸找到我们。你只管找到东西交给我，然后我就给你遥控器和2000块钱，你再把纸还给我。咱们就各奔东西。你到了外地，你就用当地的电话通知我，我就会让豹子过去找你，怎么样？我有一个要求，必须要在宝恒酒店，不然我不去。好，没问题。货真价实，但是我觉得这个杨吉娜还是没有歹徒狡猾。你想，这个油纸印是歹徒动过手脚的，所以到了咱们手里就变得模糊了，以至于后来我们为什么拿到了6个圆点？为什么会是六个呢？难道说这家伙是六指，或者说他两只手各少了4个手指头？啊，大刘，那个纸条我看过了。应该不是你说的这样，是这样按上去。对，不是一个人的左右手，而是两个人的右手。我们做个试验。哎，刘哥。嗨。大刘，你看见没有？程华啊，把自己的口红都贡献出来了。你这是拿口红干什么呀？我这口红啊，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买的了，说不定啊早就过期了。来，摁一下。摁这儿。来。是不是跟咱们那证物对上了？我明白了。这么说，控制杨吉娜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对。所以齐老在郭家庄发现劫持杨吉娜的那个人的脚印，和李成河在刺杀李根琴现场发现的脚印是同一个人，都是李成河的同伙。如果咱们推算没有错误的话，炸死杨吉娜的应该是两个人。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应该是孟京在网上追查的那个网络高手。要照这么说，那两个人是在和李成河还有杨吉娜玩黑吃黑。咱们进那边看看再说吧。当时啊，我正准备出去，正巧碰上杨吉娜化妆成一个男人正朝里走。
于是我紧接着就跑到了大厦的监控室，从装在卫生间门口的这个摄像头发现杨吉娜走进了卫生间。而在这之前呢，咱们负责监控的同事并没有认出来已经化妆成维修工人的李成河也事先进入了卫生间。直到事后杨吉娜背着背包出来走进了人民广场被炸死，我在检查她的背包时发现了一些工具才突然想起来。去卫生间没安监控录像是我的主意，我主要考虑到个人隐私问题。这个我知道，涉及到群众隐私咱们不能知法犯法，这件事不提了。所以当时啊咱们根本没法知道杨吉娜在卫生间里的情况，直到后来她背这个背包出来了，而孟金事先放的电子跟踪器也跟着一起动了。走，上29层。这应该就是杨吉娜被炸死的关键点。大刘，李成河该出现了吧？李成河呀，来这儿的目的啊，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拿走之前他从曲庆安家中偷走的东西。但是没想到在这儿恰巧遇见了杨吉娜。杨吉娜肯定会跟李成河说他被那两个同伙给劫持了，而且他的身上装有了炸弹装置，但是这个李成河肯定不懂也不敢给他解除这个炸弹装置。他们两个人肯定会商量怎么对付这两个同伙，而且杨吉娜也会告诉他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交接赃物。最后商量的结果只能是让杨吉娜假装拿着赃物出去交换，李成河呢在暗中找机会控制那两个同伙中的一个，逼着他们交出杨吉娜身上爆炸装置的遥控器，或者让他们想办法拆掉杨吉娜身上的爆炸物。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从天花板上把那包赃物给拿下来，然后李成河就会把赃物放到自己的包里，再把自己包里的一些东西放到了杨吉娜的包里，这样杨吉娜就会背着装有咱们跟踪器的这个包去见他的同伙。按说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很正常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有跟杨吉娜进行交接就把他给炸死了呢？咱们现在马上去步行街，也许答案就在那儿。车主，这里就是杨吉娜被炸死的地方。杨吉娜就是在那儿改变了行动路线。按理说杨吉娜应该顺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去和李成河交接，据我们当时的推断他和李成河接头的地点应该就在这附近，但是他却突然返回不再继续往前走，我们估计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从而认为和李成河事先商定的接头方案不能再实施了。不光不能实施，还发现李成河有了危险，所以他决定自己冒险给李成河逃跑的机会。那你作为杨吉娜发现了什么？我发现刚才有人在跟踪我。那你凭什么就这么能断定出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
在星海大厦的门厅，刘哥碰见杨吉娜，杨吉娜下意识动了围巾，手镯露了出来。刘哥确定是杨吉娜。刘哥，你有没有想过，杨吉娜可能先认出了你？因为咱们几次去过李冰琴的家，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下意识的小动作，这是一种紧张的外现。咱们审犯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第二点，你们刚才有没有发现我走路忽快忽慢，而且左右在看？我走路的方法和路线都是学着杨吉娜的方法。你猜我刚才看到什么？什么？有人在跟踪我。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断定出来，杨吉娜是为李成河死的。他知道他这么做的后果。如果真的像你所分析的那样，杨吉娜在星海大厦就发现了我，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终止行动，反而继续往前走呢？因为他身上有炸弹装置啊。如果他马上终止行动的话，他很有可能会死。但是他在星海大厦碰到刘哥，他应该有生的希望，他会想办法跟我们的人接近。但是当他到了29层卫生间，碰到了李成河，他想法就改变了。他会想让李成河帮他逃跑，会想让李成河的同伙进到李成河的圈套里头来，所以他来到了公园。但是到了公园以后，他发现我们的人在跟踪他，他就把他之前所有的想法全都推翻了。他决定让李成河跑，所以他改变了路线。就是因为他这个改变，让李成河的同伙放弃了他。也就是说，控制杨吉娜的歹徒感觉到了有某种异样，或者是说他发现了咱们为他设的圈套，所以就放杨吉娜走出这个控制范围，所以杨吉娜就被炸死了。哎，可惜了这个女孩子。哎，你们说这杨吉娜为什么跟李成河搅在一起？哎呀，这女人的心思啊，我就从来都琢磨不透。不过如果刚才咱们分析的都是靠谱的话，现在这个事情啊已经发生了，对咱们破这个案子有什么帮助呀？咱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炸死杨吉娜的这个凶手到底是谁。至少可以说明李成河和他同伙之间的关系。李成河现在肯定知道杨吉娜是被谁炸死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放了这个人。如果真的像你分析的那样，杨吉娜是为了保护李成河才死的，那这李成河绝对不会放过他那两个同伙的，包括杨吉娜的亲哥哥杨志峰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突然明白了。明白什么？丁三儿。谢谢你啊，你慢点走。志峰，你这怎么了？你还敢来找我？我妹妹被商业不行劫被人给炸死了，是不是你干的？你说什么？杨吉娜死了？你怀疑是我干的？炸药啊，遥控全都在你手里。不是你干的，是谁呀？我要不是怕把自己绕进去再公安局，我就把你给供出来了。慢，志芳，你别激动。志芳，你是真把我冤枉，杨吉娜真不是我杀的。我说今天早晨怎么包子突然去找我了，还差点要了我的命。志芳，你想想，如果杨吉娜真是我杀的，我躲你还来不及，怎么可能送上门来呢？还有，去郭家庄接杨吉娜的是强子，咱们放东西的地方强子知道，他也可能去拿。再说了，我为什么要杀杨吉娜？对吧？你先把枪放下，别让人看。你的意思
杀我妹妹的是王强。这个我没证据，我就这么一说。志芳，你相信我，杨吉娜的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刚才说豹子来找过你啊？他何止是找我，还想要我命。要不然我会急着来见你。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他出了事儿，我帮他扛雷收留他，帮他杀李根琴，帮他跑路，他反过头来杀我，这是要杀人灭口还是咋的？老三，我告诉你，如果我妹妹是你杀的，豹子饶不了你，我也饶不了你。我支锅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赚钱？天地良心，杨吉大，你给我打住！跟我讲良心，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啊，算了，我他妈躺这想半天了。既然是公安局已经插手了，我就不管了。反正到了总得有人挨枪子儿。志峰，赌气的话咱都别说。这事儿我也不想再解释。事到如今啊，咱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了谁。你明白这点就行了。实话告诉你吧，张总那儿我还没去说，你回去等消息。等我跟张总说了之后，如果他不投入了，咱们再商量。志峰，咱们着火以后，你见过张总吗？哼，你以为我见他就那么容易？那就奇怪了呀，他怎么知道咱们出事了？都说你聪明，你去找他不是出事了，难道说你还是跟他去报平安去了？我是瞒着你去找过他，我本来想问他要点定金的，可是他一分钱没给。算了，这事儿不说了，咱们先干事儿。如果你见到豹子了，你一定要告诉他，杨吉娜的死跟我绝对没有关系。等把事儿干成了，他想杀谁杀谁，想找谁找谁，只要弄清楚了，我丁三帮他。老天爷保佑吧。干这种事儿谁也保留不了。行，我先走了，你好好睡会儿吧。我可提醒你啊，你后面跟着尾巴呢。有公安跟着挺好的，如果是没有公安跟着，说不准啊，哪个王八蛋就在背后给我一枪。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太好，这事儿咱们说了，杨吉娜的事儿就节哀吧。我先走了。行。我连妹妹的命都搭进去，我还得把自己搭进去。哎，好像有人出来了。现在到下班时间了。可不嘛，这都半夜了。哎，你说杨志峰这小子都进去半天了，还不出来？要不咱进去看看？咱们再等等，啊，千万别惊着他。不对呀，杨志峰这小子刚知道他妹妹死了，不好好在家待着，他能在里边待那么长时间？不行，得进去看看。今天晚上咱们都再辛苦点。成华，咱俩一会儿把李成河的案子从头到尾再捋一遍，还有你说的那个丁三的事儿咱来碰一碰。大刘啊，成华下午让王武平那个组去物业公司查李成河穿的那件工作服的线索，你也去盯一下，看看能不能查着那个李成河现在藏匿的区域。好，哎，
你们说七老现在应该没休息了吧？嗯。老爷子胃不好，大刘，你去给老爷子弄点吃的。啊，干脆你打电话叫外卖，给加班的同志都弄点夜宵吃。阿柱，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没事吧？我没事，你去吧。行，那我去安排了啊。是，我是。好的，接过来吧。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我会处理。碰上硬茬了。什么硬茬？刚才110来电话，说有人实名举报，发现大街上有不明人跟踪，怀疑绑架，巡警去了，一看是咱们自己人。那是谁报的案？杨志峰。人我们跟丢了。什么？杨志峰跟丢了？是他打的110，别在外边丢人现眼了，回局里再说。是程队。柯叔。柯叔，柯叔，坚持一下，柯叔。坚持一下，急救中心吗？我挂了电话。哇！不是电话，是闹钟。哎呀，都已经7点了，小杰该起床了。白娟在医院里帮咱们联系给柯叔看病，这任务就交给我了。我去打个电话啊。嫂子，柯叔那怎么样？还好，他随身带着药，没出什么问题，基本稳定。不过得医院里要住一段时间了。他平时身体不挺好的吗？怎么突然就……他早就有心脏病了，你们不知道吗？大刘，啊，你干嘛呢你？啊，我已经叫小杰起床了。不是小杰，我问你啊，你们科处心脏有问题，你知道吗？我平时看见他吃过药，问他，他老说没事儿。他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们怎么关心人的啊？我看你们都得体检，成天加班加班，哎，哪有那么多坏人呢？喂，啊，我知道了。好，我马上就到。啊，马上就过来啊。嫂子，我们得走了。行，又是加班吧？去吧。我刚才啊跟柯嫂打了电话了，让她马上过来。这样吧，我接待一下啊。去吧。行，那我给局里打个电话，让他派个内勤过来。你放心吧，我接待柯嫂。当心点啊。嗯，走了。哎，那个，你今天这，你们在那看住了，我和程队马上就到。啊，怎么样？王武平他们调查了嘉豪大厦的物业公司，发现工程部有一个员工的更衣柜被偷了，钥匙也不见了。后来武平他们调看了这个嘉豪大厦的监控录像，发现李成河在那里边出入过。最近的一次就是昨天晚上，李成河进了嘉豪大厦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武平他们估计有可能躲在嘉豪大厦的某个地方，让咱们赶紧过去。这李成河和杨吉娜肯定是把那赃物从星海大厦转移到嘉豪大厦，但是这嘉豪大厦里面都是公司和单位，晚上还好说，你说白天他能藏哪儿去呢？不管他了，反正武平他们已经把嘉豪大厦的几个主要的出入口全给封上了，这小子如果真的在里边想跑没那么容易。我问你，想死想活？想活想活。等一下，你帮我望风，要敢说什么心眼的话，立马就弄死你。听见没？听见了。起来。
不可。你看，一直到现在了，你说让我干啥我就干什么。嫂子真的不是我害的，是丁三儿害的我冤啊。放屁！打那李四之前亲口告诉我，就是你小子和丁三两个人把他给害的。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是吧？我他妈的进贼了。八哥，我跟你说实话，你哥李成果还有嫂子都是丁三儿害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他去，我冤得很。你以为丁三儿能跑得了？我先做了你，自然就去杀他。啊！别杀我！我跟你说，丁三有点大生意，他瞒着你。放屁！他有什么大生意，我能不知道？你小子还敢忽悠我是吗？我没忽悠你，豹哥。不信你等一下，我给你干点东西。别动！豹哥，别冲动啊！我这就是一 MP3， 你看，这里面。丁三和杨志峰准备抢医院运钞车的所有计划，还有平常我们商量事情的录音都在这里。放屁！丁三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让你弄在这里面？我小子到现在还敢忽悠我？我没忽悠你，豹哥，这是。我利用黑客程序进了丁三的电脑里边偷出来的。丁三这个人太黑了，跟着他早晚有一天得被他算计，这都是我保命用的。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心眼。怎么大哥？豹哥，这个设了密码，你要答应不杀我，我就告诉你。你还敢给我讲条件？啊，报告，不，不是，是真的，没有我，别人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功夫也不一定打得开。我跟你合作，咱们做一票大生意，能分很多钱。凭什么相信你，包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说个地方，我把丁三给骗出来，你把他给做了。除了运钞车以外，后面还有一票更大的生意呢，也都在这里面。到时候咱俩合作成了事儿以后，你就给我一点钱，让我跑路就行了，行吗？报告。邪恶鬼魅魍魉。
始终。